事实证明，群众集资是有远见的，人们参与创新性技术发展的新方式之一，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早期采用者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事实证明，技术创新是整个行业的关键。例如 Uber 创新了出租车行业， Netflix 创新了大影视行业，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创新了整个零售消费市场。今天我们将向您介绍创新传统交易和投资的金融技术平台，以及创新对等经济的众筹模式。引入 Daisy Global， 这是区块链上革命性智能合约，可让您立即通过分散化的应用程序参与主要金融市场的自动化利润奖励，在新兴金融技术公司中拥有股票，并赚取及时和经常性收入，只需向您的众筹基金捐款$100，利润公平，收入丰厚。欢迎来到 Welcome. 欢迎来到 Daisy 是一个智能的合同，而不是公司，这是其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作为一种智能合约，众筹模型的完整性及其所有回报和承诺得到保证，任何公司或个人都不能损害其价值。 Daisy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没有人拥有它，没有人能控制它，没有人能可以改变它。 Daisy 智能合约以完全透明和信任的方式永远存在于区块链上，这是对人类和世界的礼物。在 Daisy 智能合约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利润。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 Daisy 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推荐计划，但即使您从未推荐过一个人，这种模式的真正力量也在于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的利润。当您以低至$100的价格向众筹基金捐款时，您立即开始获得 Daisy 背后的交易技术带来的财务回报。金融科技公司 Endotech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娜贝克尔博士正在开发下一代高性能的人工智能交易技术，它是分散式人工智能系统的代名词。作为零售金融业经验丰富的执行官和变更代理人，贝克尔博士已经与300多家经纪人合作，并担任过 NFA 和 CFTC 等监管机构的合规官。他拥有著名的 Technion 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学位和 AI 博士学位，他还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几本书的作者，并且在算法投资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由于他在法律合规领域的丰富经验，安娜博士还被金融委员会争端解决委员会任命。在过去的20年中，安娜博士和他在 Endotech 的 AI 科学家团队启动了功能强大的 AI 交易平台，该平台已被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和精英投资基金使用，其长期结果记录在案，完全透明高利润交易的记录，并在每种市场条件下均获得成功的证明。但是雏菊是迄今为止安娜博士所想象的最先进的 AI 交易项目，并且将产生内窥镜技术历史上最高的回报。到2021年第四季度完全完成时，预计雏菊将使当前交易表现提高400%，这是已经证明的结果的4倍。想象一下，这将对您的利润、资产和收入产生什么影响？当您以$100或以上的众筹资金成为雏菊项目的参与者时，智能合约将立即将您的入门套餐的50%存入 Daisy Fund，并用于实施交易，以开发和增强 Daisy AI。 为了全面测试和开发该平台，实施交易的目标金额是$500,000，您总共可以完成10个贡献级别，每个贡献级别的价格都会加倍。对于贡献级别8、9和10，将70%用于实施交易，从而为您提供更高的利润回报。每个众筹资金提供者都将获得 Daisy 交易利润和业绩的独家收益。交易立即开始，
所有产生的利润中的70%会平等的奖励给每个成员，15%的交易利润会返还给整个 Daisy 社区，而15%的交易利润将用于 Daisy 开发团队。开发完成后，每个贡献者还可以选择继续从交易平台中受益，或者选择收取众筹资金的交易部分作为额外奖励。因为安娜贝克尔博士的 AI 交易技术是 Daisy 会员进行众筹的第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希望您能亲自听听他对交易技术 Daisy 项目以及 Daisy AI 未来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这种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技术尚未为大众所用，但是多亏了 Daisy 和这种独一无二的众筹模式，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捐助抵值$100，并开始获得同等的资金、财务利润、权益和收入的回报。当您成为众筹基金共款人时，您不仅会获得被动交易奖励，而且还将在 Endotech 公开发行之前获得 Endotech 的股权。即使您从未推荐任何人，也可以从我们的推荐计划中获得及时收入、被动利润、股票净值和及时收入。所有这三种奖励仅需$100。借助智能合约的强大功能， Daisy Global 已启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推荐计划，该计划可实时及时支付。 Daisy 推荐计划绝对改变了比赛，这是保证，具有自动溢出功能，在30%强制矩阵中删除突出显示，无穷大奖金、支票匹配奖金、剩余团队交易奖金，甚至还有股票权益和收益分成奖金。领导者最好的部分是未来推荐计划的最高位置，用于支持具有突破性的技术公司和为社区带来利润、权益和收入的项目。 Endotech 的去中心化 AI 系统是 Daisy 将资助的许多公司和项目中的第一个，这也意味着 Endotech 的股权机会是有限的。一旦转接计划为 Endotech 筹集了$10,000,000，对捐助者的股权邀约将完成。一旦在实时交易账户中达到$5亿的测试基准，并且 Daisy AI 系统完成，众筹机会的第一阶段将关闭，我们将宣布第二阶段。要了解有关菊花推荐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观看下一个视频。但请记住，定时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此请不要等待，请采取行动，今天就开始以$100的价格开始使用 Daisy。Daisy sequence initiated. Activating Daisy referral system. Endotech systems active. Daisy fund activating. Uploading Daisy smart contract to the blockchain. Daisy AI initiating.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 systems appear to be functional and active. All systems ready for Daisy launch.Daisy A1 rocket, ready to launch in T-minus 10, 9, 8, 7, 6, 5, 4, 3, 2, 1. Daisy A1 has liftoff. Activating Daisy Global Network.Daisy Global Network Online. All systems active.